的 DeFi 是就是08年在北京，当时然后就经常在 DR2 什么的演出，然后开始就玩就是 Rockabilly。 10年吧，我们三个在一块改了名，因为之前的那个主唱，因为 DeFi 的主唱，就是因为他有些个人原因退出这个乐队，然后我们就是加入了吉他手小强，然后改了名叫旋转宝。10年开始，我最早是玩一个朋克乐队，然后我也想加入一个就是 old school 这种风就是感觉的乐队，所以后来看见当时的 DeFi 在找贝斯，然后就跟他们一块玩了那种，就是像流浪猫那样，就最早80年代 Rockabilly 复兴时候的那种。之前接触这个其实就是 Three Cats Brass Eder， 就最早的时候像就是像做 Rockabilly 复兴的时候，那时候就做的比较像流浪猫，然后受 Brass Eder 这种就是影响比较大一些，还有包括像 Eddie Cochran、Gentleman Smith 的那些50年代的，还有包括猫王还有 Chuck Berry 那些。因为现在毕竟世界上可能在玩50年代那样的就是 Rockabilly 乐队并不是那么的就是会在更大那种大舞台演出，但我们还想变成一个就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高的评价。就是我们共同特别喜欢的，就是欧洲的这些 Medicine 啊、Demanda Go 啊这些 Psychobilly， 然后就觉得，就是也就是更有力量，觉得它可能就是朋克呀，或者就是跟我们喜欢那些东西有，就是更加贴合吧，就是喜欢的东西。Rockabilly 的精神在50年代，它是一种白人小青年，就是刺妞的，然后跳舞，然后高兴，然后那种，就是那个时候的不良少年，是50年代的。其实朋克也受到了这个，就是，Rockabilly 特别就是深的影响，包括 Clash 的主唱 John Strummer 那些，他们都特别受那种影响，包括他们拍过的电影，都就是特别受 Rockabilly 文化的影响。然后朋克也去继承了那种就是比较简单直接的那种感觉。
唱片是我们第一张正式的，就是专辑。专辑，嗯，然后就是我们通过，而且这张是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比较专业的，就是制作人，然后。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然后我们又就是认识到很多我们就是需要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录音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包括这一张学习到的东西远比我们要就是平时自己琢磨到的，就是听啊或者自己去猜的东西要多的很多很多。我想通过一种就 Rockabilly， 其实这种手法我们还是挺喜欢，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轻松就是调侃的方式，去就是不太正经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想法。我并不喜欢像那种就是一板一眼就正儿八经的是给大家说教你们要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些，所以里边的歌曲很多关于爱情的或者是什么，或者关于就是两口子吵架的那种，包括这张专辑就是叫我不喜欢结婚，然后也是可能你可能有一些不满，但是你不能去跟老婆吵架，但是你可以写成歌然后调侃一下。我现在也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就是还没到绝望的时候。